那整个地上是。Hello YouTube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拍的影片是。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是，这个就是那个面粉。这个就是一个空的罐，我要怎样 prank 呢？就是看到吗？我买了这个，然后我把它倒进这里。Oh my god！看到吗 ？OK， 就把它。放在这个里面，这个空了，是面粉，是那个 aloe vera， 这个是，等一下我会煮，这个是白开水啊，我刚下去拿，呀怎样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拿这个 aloe vera， 掺这个面粉，擦在手，可以给皮肤变得很滑，我就叫。我的家人来试试，我叫老妹妹来了啦。OK， 你拿这个在水里面手。OK， 那个你拿这个放一点点在手。啊，擦在阿罗维拉。很多现在家送回来我家了，所以我就 crack 它。我买了比较多的虫。什么种类都有，大大小小。哦，哇，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插在你的这里收。没有，你先放水，然后再放面粉，然后再放多一点水，再插这个 aloe vera， 就能够放在那边大概五分钟，然后你就洗掉它，你的皮肤会变白一点，保湿啊，有一点保湿这样，哦、就这样滑滑这样啊。对啊，来加上有这样的东西，这有。切，small case， 哦，这个就真的，很可爱，也可以吃的嘛。但是我看这边肮脏脏的，没东西啊。没东西。哟，对，也很恶心哎，你是我拿到这。OK 吧你，我可以被割手，我感觉整个地上好像要出钱了，你是不是尝试要倒我呢？没有，我没有倒你，我来，你没有要倒啊，没有倒，我来吓你吧，因为我不是被割手，我来吓你吧 ，OK， 那男的说，哎，到我家，你这个房间可以倒我吗？你讲可以，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要倒你，我只是要吓你吧，我 prank you， 因为他每次 prank Aaron 他们啊，所以就想要 prank 回他。结果你还要 prank 回我，那整个地上是，因为我还以为你要打我，你懂吗？因为刚刚我拿个宠物看到你，先要拿个关了。我来讲一下，吓一下你。我还以为你要打我，我就问你这个房间可以打我吗？我就讲，哎，这边不肮脏会怎样？你讲没有东西啊，我就啪就打过去吧。我怕你打，我还怕你打我。说你没有被吓到哎、欸，不懂，就看到哎这么黑黑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在紫菜这样，我不懂什么来的啊，我就打开哎就看到哎这样吧哦，然后刚刚我在拿这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么你像你手一直过来，我就怕我还以为你要打我，然后我讲哎你要打我，这样我倒你先哦，然后我就问哎你这个房间如果弄到肮脏 OK 了吗？我只是随便这样问他，应该是没有发现到什么，他就讲哦不用紧，我不用紧修这个这样倒过去不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点赞并且分享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又打开了。
OK， 没有啦，这个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个礼拜准时发影片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